就指着亚当斯了。对，这种时候都是指着他了。阿布沙拉姆弧顶，好球，三分投进，还好啊。好，比赛开始，关键的抢断帮助吉林队获得胜利啊。行进间的一个勾手，是我，戴怀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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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球，哦哟，漂亮这球，哎呦，这个动作，这赛季啊，你看就是，我觉得防守还真是不错，起码这场比赛看起来啊，好球，开一个三分投进，手感也凉了一点，漂亮过的。欧洲部球啊，布沙拉木这个小欧洲部啊，这一次突破的路线选择的相当清楚、这看亚当斯是继续投还是找人，阿布沙拉木要三分，好球，又一个阿布沙拉木翻超了、绝对是新疆，真的是骑兵，是吉林每场比赛如果真的都有这种 X 因素可以站出来啊，就说明这个赛季王涵教练的这个指导非常有效、你看这边二进去一对一啊，孙铜林不好防啊，只能够说逼迫蓝佩去做这种带有进攻复苏的状态、但是很快、这边阿布沙拉木的空切造成了戴怀博的反应，就指着亚当斯了，对，这种时候都是指着他了，阿布沙拉木弧顶好球，三分投进，还好啊，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啊，是这边王涵指导叫暂停了，是这次快攻三打一是可以打的、对，没吹，这个时候不会吹哨、第二下布沙拉木拿到篮板球之后造成了犯规，上罚球线有机会扳平比分，两罚全中，关键一球啊，是要三分还是说我先要个分值啊，要三分盖掉了，那没有了，那没有了，我们看